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介绍我们这一次99年唯一一次的1月2号家庭式的 party 的，这应该要讲什么？好，准备会场。今天我们来介绍哈，我们整个 party 啊，第一个压轴的游戏。来，这个镜头怎么一直往天花板看？来，我们往下看。这个镜头拍这个人的脚是干嘛啊？这个人有香港脚，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啊。请把镜头转向这边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游戏的压轴，掉了，噔噔。抱歉哦，背景没有闪电的符号，请自己想象。好，那我们这个游戏呢是要玩什么呢？除了我们从刚刚前面的照片哈，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一次游戏的内容里面，我们所要掉的东西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谓的情人糖，那抱歉啊，那是因为这个主人公啊，他从小就有喜欢吃这个情人糖的关系哦。好，没关系，那我们来介绍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首先呢，请拿起你手边的1块钱，当然，你也可以投50块啦，随便你啦，吼。好，来，请看哦，噔噔噔噔噔噔噔，请把钱投进去。要寻啊，大声啊，金龟门。然后我们就来开始吼，转动你的轮轴。这个轮轴呢，真慢的，按音你啊，是不是要紧的哦？好，那我们就往下。开始要夹，好，那怎么夹不起来？再一次好不好？站住哦！现在机器是什么困难？时间快到，大哥，你要去哪里？大哥，我还没夹这个好孩子勿学哈，这样是不行的。我们只要再投一个1块钱就可以重玩哦。好，没关系，这个只是我们的 demo 而已，不用太在意哈。好。那首先呢，你夹到的那个道具里面呢，它会显示你这一次获得的奖品。那我们看一下，要修我家好的哦，问一呆呢，那可怜，当然是不可能了。我们请看变一面我们看这个条件是什么？我哩爱你啊的，请用瓶子吃香蕉，你的动作地球人做会到。好，所以呢，这个我们游戏的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压轴那我们敬请期待我们实际会场的那个游戏效果。好，谢谢大家。